火了怎么办？同学们好，欢迎收看《天天好习惯》。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，如果不小心，就容易引起火灾。看，这是爸爸的高级打火机啊！好看，好看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刷牙，胖子，嘿嘿，张伟，张伟。我就是哈利波特，我要施展魔法了，我马上把你变成一只庞大的恐兽，这可是真的。咕哩咕哩啊呀呀呀呀！哎呦，打扫落叶好麻烦，烧掉不就省事了，可还干嘛啊？在校园内玩火是非常危险的，在家里玩火也会酿成大祸的。秋天到了，注意防火。刷刷、啊、难道是着火了吗？刷哈哈，我是烈火大魔王，我有无边的法力。刷这可是真的，我是火，我是火。哦，原来是四三班正在进行防火演习，遇到火灾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叽叽叽叽，咯噔咯噔，咕哩咕哩，啊巴西！王小强真讨厌，我告老师去。啊，着火可怕了，我一哭，妈妈就会来救我了。遇到大火，哭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是火，我是火，咕哩咕哩，阿巴西！哇，着火当然用水来灭火。这点小伎俩怎么能击败我？我可是法力无边的烈火大魔王。现在我可要发怒了，咕哩咕哩，阿巴西！很强的火势，凭我们小孩子的力量用水灭火是没用的。着火啦！着火啦！咕哩咕哩阿巴西！着火了！我的枕头！刷！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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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呦！咕哩咕哩阿巴西！遇到大火，千万不要回来抢救贵重物品。我离不开我的枕头吗？枕头成壳龟，生命价更高。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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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遇到大火，跳窗户可不是好办法。哼，看我的！遭遇火灾要冷静。119。喂喂喂，是消防队吗？我是二龙路实验小学呀，我们这里发生了大火灾，请快点来营救。一定要向消防队说清着火的具体位置哦。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哼，你们竟敢小看我，消防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烈火大魔王谁也不怕，哈哈哈哈。咕哩咕哩阿巴西，哎呀，救援救援救援。嘿嘿，有什么了不起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魔力吧。咕哩咕哩阿巴西，变火火。我们是水，喷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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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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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又失败了。烈火大魔王被击败啦，同学们得救啦，我们的学校得救啦。要去要去。同学们，这个防火演习非常的成功。成功成功。遇到火灾要冷静，拨打火警119，再见喽！嘿嘿嘿。